我的关心的是高雄科技大学今日赢得毕业典礼，在两千名的毕业生当中，有一对父子档、一对母子档同时毕业，为今年的毕业典礼增添着话题性。校长苏炳宏强调，与业界接轨是办学的重要方向，以帮助学生毕业着来顺利就业。两个宝贝查某囝前来献花，因为因的妈妈和弟弟同时是高雄科技大学今年的毕业生。因为觉得学历不够，然后觉得说人要往上爬。然后也印证了一句说，人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原本就做笔画的邓金满，这年前因为红色意外过往，一家人请养三个囡仔。后生一边工作一边就读观光英语系，两人原本互动普通，但因为课业关系，妈妈常常请教后生，亲子关系是好真济。跟妈妈一起毕业，非常的新鲜，非常特别啊。然后因为妈妈致辞的时候就是非常感动，然后她在车上练习的时候。就是练习练到哭啊，然后觉得哦，非常的欣慰啊。就是代表毕业生致辞，因为练到说大学四年，然后的跟同学上课的点点滴滴，还有老师这么用心的指导我们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让我的孩子也是非常优秀，可是我觉得我要做个孩子看的榜样，我也是努力的在这条路上。另外一对亲子档的是就读消防系的李启仁和李祥明，而来就读是因为厝内经营着消防事业，又感专业知识必须随着时代自我提升，四年时间完成着人生阶段性的学习。因为我是国中毕业嘛，所以就以同等学历先读二专，然后再读二技啊。也有时候我感觉这个随着时代的不一样，科技的进步，我们应该有向上提升了。就是书面报告这样，然后可以互相一起研究，一起做。经过了解，高雄科技大学今年有将近两千名毕业生，其中代表毕业生致辞是来自印度的艾吉特，伊专程用中文致辞，展现伊四年来在语言学习的用心。我刚来台湾不会说中文，我那时候我的中文不流利，可是我无缝科技大学的学生接受我，还有帮我学中文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有交朋友的一个机会。那学中文以后。我觉得我可以跟老师，或是同事，或是朋友们，不管是哪一个环境中，我可以自己来处理我的问题。这场毕业典礼除了各队现场演奏，学校邀请到学生调酒表演。校长苏炳宏强调，办学求新求变，了解到业界需求，是担任校长这年来的重要工作。希望学生在高雄毕业能顺利就业，也要高雄科技大学改头换面。希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就业，所以业界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才，我们就必须往那一部分相关的科系去发展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无缝最近在不管在观光休闲餐饮这一块，还有消防这一块，未来我们也会成立我们的长期照护系，其实都是整个台湾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人才。在毕业典礼上，真侪家长到场参加，同时两对亲子档也正话题性成为着媒体的焦点。新闻客家方面影响采访报道。